械工程，然后直到有一天家里的生意有需要到，然后就这样子回去。我负责的是一个在霹雳江沙的分行，然后就是打理整个苗场的 operation， 做了十多年。我就有一天遇到我的亲戚，他做我先妻，他有吃到一些中草药，是蛮好的。他问我想不想去认识多一点，连续吃了三个月过后，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像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，就感觉到有精神。就今年我才开始觉得，哎，我真的是 fit 回以前十多岁的样子，十二十岁的样子。公司已经是铺排好全部我们需要的东西，高速公路旁的大型广告牌就是有这个 Double Manis， 因为顾客的信心会瞬间的提高。马来杂志格罗嘎的，我们一打开，然后通常是 show 给马来友族朋友看，然后他们看到，哎，有这样大的广告，哎，很不错嘞。公司还有印一些传单，这样子的布条，还有 T 恤，很可爱的 T 恤。还有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广告也是很多，就比如说你现在你去 Google， 你 type 一下 Double Manis， 好多资料跑出来。 YouTube 的话也是好多见证跑出来。现在你要签一个新人是不需要像以前这样子要填 form， 然后要寄，还是要讲要 fax， 要传真，要 email， 都不需要。我们的这Smart In 里面你要 sponsor 人就直接按进去 register， 你可以带给人，尤其是年轻比较年轻的一辈，就看到，哎，现在的直销跟以前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他们用他们喜欢就开，就自己买到，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买。就因为我的下线，我看到我带给他们的不只是健康，也带给他们一份事业。到现在能自主自立，能自己去赚钱买自己要的东西，我能看见他的开心，我很开心。这间公司是打不倒的巨人，因为公司的背景是实在太强，而且我相信我们无限极公司的理念不只是在赚钱，我们在宣扬一个很好的文化，让我们的生活能保持平衡、健康、开心、富足。无限极带给我的呢，是我的第二个家，有幸福的感觉，以前是没有的。Double Manis， 你开始了吗？加入我们吧。